All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webcast. You heard Kitty talking about the landscape in the market, in the industry. We really wanted to show you what it takes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At this point, I would love to invite Mike,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Enterprise Networking, to really talk about the solution and the products that we are launching today and how it helps to create a digital business for the next 5 to 10 years. Mike? Thank you, Mike, for coming. We would like to love to understand in terms of some of the new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hat you're launching, you're gonna talk and discuss today, how they can help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various enterprises. Okay, Ajay. First of all, I'm grateful to Kitty for sketching a blueprint for future companies digitalization. I'm very excited. I think online CTOs and IT managers are as same as me. I think we are in the mids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also we are in the year of rapid change. So today, our CTOs, CIOs, and IT managers need to rethink whether our campus network can meet the company's future business request. Great, take it away, Mike. Okay, next I will introduce Huawei brand new Cloud Campus solution and Cloud Engine S-Series for Wi-Fi 6 era. 下面呢，我将给大家介绍面向 Wi-Fi 6的华为全新一代 Cloud Engine S 系列交换机以及 Cloud Campus 智检园区解决方案。在2013年8月8号，华为在北京发布了全球首款园区敏捷交换机12700。12700基于敏捷架构进行设计，它不仅是一个数据转发的节点，而且是一个网络的 设备管理中心和用户策略管理中心。S12700采用了业界首创的垂直纵向的虚拟化技术 SVF，SVF 可以把接入层的交换机和汇集层交换机虚拟化成核心交换机的板卡和端口，那么就极大地简化了设备的管理和配置工作。同时 ，S12700支持了业界首创的业务随行技术。业务随行技术可以将用户的策略 和用户的 IP 地址和用户的位置进行解构，这种解构可以使得用户的策略配置和策略管理变得非常的简便，而用户呢可以在整个网络中获得一致的用户策略和业务体验。除了在软件上的两大创新之外 ，S12700呢在架构上也有三大突破。首先呢是分布式架构，这是业界首次在园区网络中引入了分布式架构。其次呢是有线和无线的融合。 它呢将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结合在一起，进行统一的接入和控制管理，这样呢就弥补了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之间的鸿沟。第三呢就说是敏捷可编程，敏捷可编程呢就是我们整个的 S12700 是基于华为 自研的 EMP 进行架构设计的。那么相比于传统的 ASIC 交换机，在新业务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用户和我们的网络呢只需要进行软件的升级，就可以来满足未来的业务需求。 这样呢，就极大地保护了用户的投资。经过华为不断在园区领域的持续的研发投入，以及我们在软件和硬件领域的独特的价值，那么华为在园区网络市场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在全球市场，华为呢从2014年开始就排名全球第二，同时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7%。那么在中国市场呢，华为作为第一品牌，当前的市场份额接近了40%。 在此呢，我要非常感谢我们在全球用户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有信心，通过我们在芯片、软件平台上面的持续投入呢，不断地为我们用户带来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近几年来，我们看到整个的园区网络正在向无线化、云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在进行发展。首先呢，是指无线化。那么除了以 BYOD 为代表的无线办公接入业务以外，近年来 IoT 业务变得越来越普遍。那么 从刚刚的分析报告指出，到2020年， 85%的 IoT 网络呢是需要无线连接的。第二点呢是云化，当前呢云化呢业务的云化已经成为了整个业界的趋势。那么从云化的 UC 像那种在线视频，或者是在线的会议，或者是云化的 VR 教育，或者云化的 AR 的医疗，都变得越来越普遍。那这样就对我们的园区网络带来了更多的要求。
第三呢是智能化，因为网络的架构越来越复杂，同时网络的协议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如果还靠传统的命令行来进行维护，或者传统的网管来进行维护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网络是无法维护的。所以说对于整个网络的业务自动部署和智能运维就是成为了第三个最重要的趋势。那么从 Gartner 的报告也指出，到2020年的话，整个的网络里面只会有40%的网络还在用命令行来维护，那么对在2018年这个数字呢是75%。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网络在现在向云化，正在向云化，然后呢无线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那这三大趋势对我们的网络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那么华为呢，从三个数字来阐述一下这三个挑战。第一个呢是零，零呢代表的是零丢包，就讲对于现在的生产网络来讲，对于我们的 IT 网络的 IoT 网络来讲，就整个网络是所有的设备是要保持持续在线，不管这个设备呢是固定的还是在移动中，那么这就对整个网络的带宽以及整个网络的可靠性带来了非常高的挑战。第二个呢就是说50兆加，那么随着云化的 VR、 云化的 AR 以及云化的 UC， 那么就要求整个网络我们的用户的接入带宽要超过50兆，那么这个就对现在的当前的园区网络的带宽和容量带来了很大的要求。第三呢是分钟，就是说随着我们的园区网络当故障发生或者这样威胁发生的时候，这个故障和威胁需要在分钟级别被响应和处理。那么我们看到了整个园区网络的业务趋势以及看到园区网络的挑战，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园区网络，或者讲一个面向未来的园区网络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看到传统的园区网络呢，它是面向连接和带宽的，它主要关注的是网络的连接和带宽，那它呢是以数据转发为中心的，那这个对于以前的园区网络来讲，它主要是关注的是网络的接入，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但是呢它无法满足未来网络对用户体验的这种要求。那我们看到未来的园区网络它必然是一个以用户业务体验为中心的网络，在满足了海量用户接入以后呢，我们的新的面向外的园区网络将持续的关注用户的应用以及用户的行为，同时呢基于 AI 以及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它能够对整个的网络提供一个自动运维和智能的运维和自动部署，同时保护网络的安全。所以说我们讲面向未来的园区网络它具备三大特征，第一个呢是极速，第二个是智能，第三个呢是开放。同时呢这三个特点也正好是华为敏捷园区网络的三个核心价值。首先呢我讲一下极速，极速呢是整个园区网络呢提供高质量用户体验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前的园区网络的架构呢只有三层组成，就是接入层、汇聚层和核心层。那么用户的流量呢在接入层、汇聚层、核心层呢是逐层收敛的，那么在网络发生攻击或者很多用户同时接入的时候，那么在网络的汇聚层和核心层往往会出现拥塞。同时随着业务云化的不断发展，业务云化呢又带来了园区网络南北向流量的激增，那这个时候呢核心交换机这个核心位置就成为了整个园区网络的瓶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核心交换机的交换容量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园区网络质量高低的一个关键的标杆。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尽快的对我们的园区网络进行升级，以后呢就是随着WiFi 的发展以及 IoT 的发展以及各种办公应用的发展，那么 10G 接入、 40G、 100G 汇聚和 100G 核心、高密核心的话将会成为未来中长期网络建设的一个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华为要推出 Cloud Engine S 这种全新一代交换机的我们的初衷。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今天郑重推出华为 Cloud Engine S 全系列园区交换机。这款呢是华为的 S5731H 园区交换机，它呢定位在大型园区的接入节点，为接入层设备呢提供机翼的接入，它呢具备丰富的端口配置来满足不同业务场景的需求。这一款是华为6730H 万兆园区交换机，它呢定位在大型园区的汇聚节点以及中小型园区的核心节点，它可以提供下行24个万兆口或者48个万兆口，同时提供6个100G 上行口。现在呢，我要隆重推出今天的明星产品，华为 S12700E 核心交换机，这是当前业界
交换能力最强、性能最强的一款核心交换机。它现在当前呢具备了三个形态，就是127-00E-4、127-00E-8和127-00E-12。它呢是构建未来园区网络的核心节点的理想最佳选择。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S5731-H、S6730-H 以及我们的 S12700E 系列交换机，全部是基于敏捷网络架构进行设计的，所以呢，它天然就集成了像 SVF， 然后业务随行、随板 AC 以及各种敏捷园区所需要的关键特性。S12700E 是当前业界最强的核心园区交换机，它呢具备三大亮点。首先是极速转发 ，S12700E 呢，它整机支持57.6T 的转发能力，是业界第一。这就使得 S12700E 呢可以满足未来5到10年的网络需求。那么在未来业务发展的时候，我们的用户只需要升级对应的线卡，而不需要替换整个框。那么我们用户的投资呢，在5到10年内就得到了极大的保护。第二点呢是融合接入 ，S12700E 呢实现了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综合接入和综合管理。一台 S12700E 可以同时支持 10K AP 的接入，同时可以支持50000用户的在线。第三个呢，就是说是平滑演进。那么我们的整个的 S5731 系列、S6730 系列和我们的 S12700 系列呢，全部是基于华为的 EMP 进行构建的。那么和传统的 ASIC 交换机相比的话，那么未来当新的业务、新的协议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用户只需要使用华为最新的软件，对设备进行软件升级，就可以满足对未来业务的支持。S12700E 呢，它具有超强的交换性能。以这台 S12712 为例，它呢每支持12个业务槽位，每槽位支持 4.8T 的转换容量，整机支持288个 100G 端口，是当前业界其他厂家核心交换机的6倍。它呢更可以满足我们整个网络大型园区面对未来10年的演进。同时呢，除了极速以外，我们整个的 S12700 还具备非常先进的架构设计。首先呢，我们要讲一下分布式架构设计。那这个分布式架构设计呢，主要讲的是主控和交换网的分离。那么主控和交换网的分离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讲。首先呢，是从控制层面来讲。从控制层面来讲的话，通过主控和交换分离，再加上华为创新的 CSS2 硬件堆叠技术，可以在整个的系统中能够支持1+3的主控平面的备份保护，极大的提升了网络的质量、网络的可靠性。就是说，即使在出现3块主控板全部下线以后，整个系统还是能够稳定运行。啊，那么第二个层面呢，我们从交换网容量来讲的话，那么相较于业界其他厂家的主控交换合一的板卡来讲，那么主控交换合一的时候，一块主控平面在下线，那么整机的交换容量就损失一半。那么现在华为做到了我们的交换网和主控分离以后呢，那么主控下线，交换网不影响。所以说这种网络的可靠性的话，更加适合于面向未来的大型园区。同时的话，像华为的 S12700E-8 和 S12700E-12都支持4块交换网在线，那么每块交换网呢支持 4.8T 的转发能力，那么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3+1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即使任何一块交换网不在线的时候，它整个的系统还是稳定的。第二点呢，我要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就是华为首创的在园区领域使用的 NGSF 的信源交换。这个信源交换呢，能够做到对整个的系统里面，我们对于业务负载在各个交换网上面的一个动态的侦测，这样呢就为我们的业务流选择一条最佳的转发路径。这个技术呢就避免了传统的哈希算法可能导致的网络拥塞和丢包的问题，真正实现呢整个网络的一个无阻塞、零丢包的一个极速网络。那么我们看到，基于华为的 WiFi 6以及华为的 Cloud Engine S 交换机，我们构建了一个极速的网络以后，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去做什么呢？我们要去部署、要去运维、要去维护这个网络。那么华为 Cloud Campus 解决方案的第二个亮点，智能就出现了。因为对相较于传统网络来讲的话，现在的网络越来越复杂，已经不可能再用命令行或用传统网管来进行部署和维护。那么华为呢就推出了一站式的管理中心，
在这个管理中心里面呢，有三大核心组件。第一个核心组件呢是我们的敏捷控制器 Agile Controller。第二个控制组件呢是我们的叫 Compass Insight， 它是一个园区的一个分析器。第三个呢叫 CIS， CIS 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子系统。那么基于这三个子系统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对整个园区网络的一个100%的这种自动化的业务部署，分钟级的问题定位和处理，以及对于整个网络问题的99%以上的业务识别率和处理率。啊，我们再看一下业务的自动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传统方案来讲的话，80%的网络通过命令行来进行配置的。那么在整个网络部署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工时和人力。这种网络呢是无法响应整个企业的对于业务快速上线的需求的。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么华为的敏捷控制器 Agile Controller 呢，可以实现，就是说从规划设计、开局部署、策略发放、日常管理，端到端的图形化界面上的进行操作，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对于网络、对于业务的快速响应，可以实现业务的快速上线。那对于整个企业的数字化，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以一个例子为例，就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与华为合作的一个企业来讲的话，它部署了我们的 Cloud Campus 解决方案以后呢，对于它的总部有2000名员工，然后呢，它在全球有80个分支机构，每个分支机构呢有200人。那么它基于Agile Controller 部署以后呢，是整个的部署时间比原来降低了60%以上，极大的提高了整个网络的部署效率。那么在网络规划好、建设好、部署好以后呢，那么真正的挑战来临了，这个就是运维。那么运维来讲的话，其实能看到是整个网络，我们正常的网络，这个是各位 CIO 以及 IT Manager 最头疼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网络来讲，它的运维主要有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是问题定位时间很长。那么在网络中发生问题的时候呢，网络的工程师往往需要数小时时间，在对网络接入层、汇聚层、核心层进行逐层的排查，从物理上、从链路层到协议层来定位问题所在，这个往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就是金钱，这样就对整个我们的业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点呢是，就是说问题的损失性，因为整个的网络问题呢，往往是损失发生的。那么在问题发生以后呢，当网络工程师onsite 的时候呢，很可能问题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等问题复现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那有可能问题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又会造成对网络的问题。同时呢，当前传统网管来讲的话，它的整个对业务的采集时间是5分钟，那这个5分钟的间隔呢是无法能够快速定位问题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是被动响应。当前的整个网络系统呢，都是对问题都是说处于一种被动响应的状态，网络出现以后我们才去定位，才去解决。那这样呢，就是无法是满足面向未来的园区网络这种需求。那么华为基于的我们大数据以及 AI 以及我们的那个机器学习的整个的算法以后呢，推出了 Campus Insight 的分析器。那基于这个分析器呢，我们可以快速的定位问题，同时基于 Telemetry 的数据统计呢，我们可以很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能抓到损失出现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说整个它通过大数据的积累以后，通过对整个网络的分析，以及对于全网就对于华为各种用户上积累的问题的这种分析，形成一个知识库，这样呢就可以使整个网络的运维呢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防，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对整个网络的真正的一个智能运维。那么除了极速智能以外呢，一个健康的网络，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网络呢，一定是开放的。那么华为呢，在全球建立了26个联合验证实验室，它呢和我们全球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企业和政府用户呢，进行各种的对于第三方主流设备和系统的对接和验证。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集成了30个伙伴应用，以及呢实现了就是说40个以上的这种对接的案例，进行了4000场以上的这种对接测试。那么，华为的整个系统呢是开放的。从我们的解决方案平台层面，从我们的设备层面，从我们的标准接口层面，都具备和第三方主流系统进行对接的能力。那呢，我们就可以和我们的主流的第三方一起为客户贡献就是高质量的、开放的、健康的网络。最后呢，我总结一下华为 Cloud Campus 解决方案的三大核心亮点。第一点呢，就是超宽。那么基于 WiFi 6，基于 IoT， 以及基于我们的Cloud Engine S 系列交换机，我们可以帮助客户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极速的超宽的网络。第二点呢是智能，那么就是基于我们的一站式的
管理系统，基于我们的 Agile Controller、Kata Compass 以及 CIS， 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实现业务的自动部署，然后呢，故障的自动定位、智能的运维以及整个确保整个网络的安全。第三点呢，就是开放和可编程。那么我们的华为的解决方案、Kata Compass 解决方案，从平台来讲、从设备来讲、从标准接口来讲的话，都是开放的。那么我们可以和第三方一起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面向未来的开放的网络，给贡献给我们的客户。好，谢谢大家。下面呢就是我对整个华为 Cloud Campus 解决方案的一个介绍。然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进一步的消息的话呢，可以访问华为的官方网站。好，谢谢。